哦，这大只的黄耳龟，啊，鱼仔拢叫称料去啊！我等下看换过来收，再过来放饵。黄耳龟，黄耳龟没错哈，黄耳龟。哎，这大只。这个副甲差不多是21公分，8月1号，现在4:20左右啊，21公分。红耳，这红耳，小青龟，小头花石，8月1号。这只是什么龟？先抓等下看卖啊，看什么龟？啊，这只什么手噶？够大只啊！这只巴西龟先来去吼，红耳龟先来看卖啊，这几只8.1公分，这只是14公分，这只红耳龟，这大坑这只唔知是虾米碗糕，唔知是黄耳的款，可能黄耳龟的款。来，你看卖啊，这只，偌大只，啊，这是伊的副甲，来你看卖。这副甲较短啦，这副甲差不多，这副甲23公分，哦，这一只好像是黄耳龟，这大只哈，哦，面顶这壳较大，哦，面个壳较大，这底要到总长快要到30了，差不多28啦，28、29遐啦。哦，这只什么龟？这有小块奶哦，可能公的款。23公分。